银杯呢就是美国的深水放映杯，是修坛经的古顶式的放映杯啊，都用作四十几年啊，往后是云2007年建业运出来的。它本身呢就是以家呢就是修坛经的啊，它这个坛经那个就是这个光影啊灯箱啊，这个坛经有五功的啊，这是将符挪出来整挪出来，通常呢一部片呢就它是影一半的嘛，修一集大约一个钟头的，它修一个钟头就不停的这样，这个是正来的，这个是负来的，这个是一个反光灰，它都有摸打搓去，它是行的它激动的。现在这些就用灯泡 cinephiles 代替了这个光源，这里就是放映机的摸打，它本身这部机就不是，就除了个十几千 intermittent unit 是真有的，其余的呢都是齐轮行的，但是一个这个都这个叫 Exatelem 哦，出声的，出声的出声飞轮这么行呢，它这里动着，这里照着那个飞轮，飞轮上面这边就是声带啊，就靠这边就是一个声带，然后收着这边有个光电器，通过这种收返回 AMI 法的。哦。嗯，这个是出声的，这个是出光的。哦，这种就是镜头啊，这些就是这些影片要行要靠个齐轮，因为这个飞轮呢好多窿的嘛。是。啊。它要怎么行呢，就会有齐轮拖就可以行的。这个 rectify 就会给那个坛经的电源的，它会 DC 就30V 啊，可以修到161的。啊 rectify 整了配，这都以前是啊346三响的。所以这都呢就有个温水系统。因为这个屏幕呢，这个瓦门这里呢，它因为这个那个电炉呢，那个武装灯啊，电炉很大的啊，所以这里很热的，根据飞轮啊，热过头，所以这里就冷破温水。这些就是飞轮从上，以前最起码要用这些影机，起码要两部，影完这个，另外一部机再影。啊，这个就是收瓦的。哦，现在这个都是仿佛的瓦下来的下边。它这些都是仿佛，平时呢都一定要啃住的。它这个就是用压住仿佛那些瓦轮。所以通常起火是因为个飞轮过热定系？就是这里嘛。啊，通常这里都会有仿佛瓦轮的压住的。像这个屏呢就贴住的，就是真系久了修到呢度就修唔到上去了。呢、这个供屏，呢、这个收屏，呢、这个就影机个瓦门。啊，通过屏喺呢度，佢呢个叫做间接齐轮。嗰啲光呢就照住嗰个飞轮。当佢行嗰阵时咧，佢里边有一个叶屏。将嗰啲光就接住啦，佢行嗰阵就接住啦，系啦，佢一行咧，一停咧，就光又出嚟，所以呢个就系一秒钟24格嘅呢度，但系呢个风车咧就系个激光线咧就转多一次，就变翻48次，系咪我睇系连续啊，系连续嘅。呢度放满呢个片呢，就是如果是飞轮大约影20分钟。如果一套是120分钟的路卷路卷。咁所以放映完大概20分钟就知道要换片，定是个飞轮上飞轮就行到呢度啦嘛，睇到哦睇到快冇啦，准备播机
啊，就是这样的。那所以如果放映员不留心睡着觉，那那么就停了，嗡一下就没了。那如果你出戏超过一个钟头，又要换飞，哎，有又要换探证。探证是啊，你一个人换快证，他通常两个人。哦，呢个你停咗啦，一停咗就系咁样噶嘛。佢呢啲有个夹嘅，有个夹嘅，将佢个夹一松开，将佢个探镜攞出嚟，再换一头上去。但系放映员系会两个人，一个人换探镜，一个人换。哦，呢、这个一个人做晒啦。哦。哦，一个人做晒，上楼片，上楼片，然后来换探镜。通常探镜都系有预留多啲嘅，就个时间会多啲。保证修二十分钟的，佢呢条片一支探镜系修一个钟头嘅。哦，咁嗰阵时看戏会唔会中间要换画粒同埋探镜嗰阵停咗几十秒？唔会，佢就预咗啦，因为到另外一部机放映了嘛，佢就停咗了嘛。哦，即系 A B 机。哎，A B 机佢系咁样嘅。哦。Thank you.